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就你来看房》。不要讲博就，我是美美。我是 Victor。美，周末你今天？我最近压力很大，心情不好，然后我想要去迪沙路看海，可是我不会驾车，迪沙路很远。你想要去看海？对。然后你不会驾车？对。周末去到迪沙路呗？不是迪沙路才有海的咩？不属于跟你讲的哦。是吗 ？JB 市中心就有海了的嘛？没可能。周末没有可能，你往后看。怎么可能？啊。这个就是 JB 市中心的海呀、啊，所以我们在 JB 市中心有海。对，今天我们来到了 JB 市中心的一个无敌海景公寓。哦，是高级公寓是不是？对，无敌海景的高级公寓。哎，这真的无敌耶！你看这个海景哦，是 unblock 的，看到吗？是 unblock 的，然后对面就是新加坡了。比迪沙路还诈骗呢，对吧？这可能就没有了啊。不过至少你不用去到迪沙路喽，对不对？是在市中心。市中心。你就可以来看海啊！而且你住在这边、哦，你住在湿地里面，可是你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度假式的海景的感觉，嗯，很舒服啦，真的是很舒服。你不用去到迪沙路，因为住在湿地有时候人家觉得很压抑嘛，对不对？可是又方便哦，怎么办呢？你住在这边，市中心，可是又有这种感觉。是，哎、啊，而且我是想对面它是树来的，青色，对对，因为我们这边对面呢是新加坡的苏艾伯路湿地保护区、哦，所以它这边的空气特别清新，因为它都是绿化，哦，它都是绿化。什么那种工业区、啊、不是工业区，不是住宅区，所以很绿化、哦，所以你住在这边哦，你的心情是很舒服的，很舒适的啊。连左边就是新加坡，楼下有沙滩啊。对，楼下有个400米的人造沙滩，你就可以下去走走啦。啊，你早上呢可以去楼下走走，傍晚可以去那边散步啊。哦，还有做好 jogging track 哎。对，400米，然后它还有一个、沙滩那个酒吧。哦，还可以停船啊。啊，还可以停船，所以这边真的是很度假式的感觉。你不用去到底沙的话，这边就有了。原来。这边有了。对呀、哦。很舒服，而且你看这边阵阵凉风，看到吗？他头发一直在吹，看到吗？啊，吹海风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是带你们介绍这一个市中心的海景公寓，嗯、这一个呢是这一边最大的户型，三加一房。哦，三加一房，三加一房，最大户型，三加一个房间，四个厕所。哦，然后1400square feet，1428 square feet 这样子啦。哦，啊，1428平方尺。当然，我们这边也是有几款不同的，我们有三房，有两房，也是有 penthouse 也是有。不过今天带你介绍的是这个无敌海景的这个三加一房。嗯 ，OK， 我们从前面开始啦，好嘞。所以，这边是门口。门口一走进来，它这边有个入口走廊这样子啦，还有个入口走廊，啊，门很重，还有入口走廊，所以这边可以旁边可以放鞋橱啦。然后这边 OK， 我们现在带你看的是实际单位，就像你现在看到的东西，全部是有的，全部是有送的，全部是有送的 OK。哦，这个厨这些都是啦。对，全部送这个厨，这个冰箱，全部是送的。啊、然后你看这些皮件户也好，主炉、抽油烟机，这个橱柜上下先全部是做好了的。哦，而且这个厨房有附套小，附套上去，所以这边基本上是很齐全，不需要大装修了的、嗯，而且管理地都不错的，这个公寓已经建好了大概5年了的，5年，蛮不错了的。嗯，实际上我最喜欢的就是你就直接来看，直接来看，直接看到它的啊，嗯，而且这样5年基本上就大概看得出有什么问题了。对对对，而且这个是它的生活阳台一个 yard area，、嗯、所以你看哦，我们开了 yard 再开表可能一直有风过，是它的通风很好，对对对对，这确实啊，还送一个洗衣机 哦，洗衣机也是有，洗衣机也是有的，哇，然后这边有一个嘉义的房间，就是我们的佣人房，哦，就是我们的佣人的话就可以来做一个 store room， 做 store room，很多绝壁空都是没有收入的嘛。对，一开始给大户窗口哦。对，你看这边也给你这么大户的窗口。这个也是有给大户窗口哎。是。我很喜欢一个屋子的通风性哎。这边的话，我喜欢它的格局，是因为它这边的那个通风跟它的采光都做得很好。哎、嗯嗯，你看你即使今天不要开这个门，你要那个风，你自己有一个窗口。啊，有一个窗口，对哦。他算很贴心啊，我觉得做得很贴心。是因为他们每次那种里面的厨房，他们最怕就是只有一个阳台不通风啊，只有剩一个阳台。但是他都做这些，基本上应该是很难会有油烟味在窜的。对、嗯，而且你看我们这个单位哦，我们是没有开灯的。哎，它整个很亮。对，斜顶还十尺，也是很高。十尺，而且你看到它装了很多这种电线哦，给你装灯、装风扇，你不需要自己再敲过。哦，冷气也有给。哦、啊，冷气也有给，所以这边基本上我觉得买到真的是很划算啊，买到装。嗯，就真的是不需要做什么东西，很
不需要做太多东西，你就是装灯装风扇、买沙发这样罢了。嗯，把我 boy 电的那些全部 boy 都做好给你了的。哦、而且你看他给你的套是800×800的套，八片的，八片的，所以整个住到很舒服。是，看起来那个比较有很舒服的感觉。然后三个，除了佣人房就有三个房间哦。嗯，像这边就是我们的其中一个厕所。Common bathroom 这个是干湿分离都做好了啦，干湿分离做好了的，共用的。喂，连镜子都有啊？镜子都包，通常很多不包镜子。哎、而且有 cabinet 哎，还给你一个厨。是哎，真的是，哎呀，真的是，哎呀，它是，嗯。然后这个是一个房间，嗯哼，啊，这是一个房间，然后这边是有一个飘窗，你这边可以做 cushion、就可以坐在上面了。哇，这些全部是玻璃来的啊，哦、因为它放了这个纸皮，这纸皮你拿掉的话，其实这整副都是玻璃来的。哦，整副玻璃，所以采光好。一、哦、般你看我这样子盖住哦，我没有开灯，也是很亮啊，是，也是很亮啊。aircon 也是送了的，哦、aircon 也是送了的，所以客厅跟每一个房间都有 aircon， 客厅跟每一个房间都有 aircon。OK， so 我再带你来，这个是另外一个，这个是我们的 Junior Master， 就是小主人房。嗯，为什么叫小主人房呢？因为这个房间你一样可以看到海景，这些你拿掉都是海景来的，都是玻璃，都是玻璃，采光很好。嗯，你看我们现在拍 live， 我们是没有开灯的嘞，是，采光很好。这里摆一个床，那里摆一个厨，还有很多位置。啊 ，aircon 也是送了的，而且这一间它又有给你自己的厕所。哇，很长下哎，很大下，这又很大哎，很大的窗口，你看很大，这间其实干湿分离也做好了，很美其实。对对对，这边算是蛮有 standard 的，蛮有 standard 的。是 ，OK， 最后就是我们的主人房。哇。啊，有厕所就不要讲了，有自己的厕所肯定的哦。Okay? 这个有这个在，不想看那个。啊，然后有。哇，它的包肯定是连接着的哎。Aircon， 衣橱、哦、有送啦 ，OK。还是我忽略这个啊，被那个海景吸引了 ，OK。白痴啊！对对对对对，这个不想看、那个、这个主人房就是它有 balcony， 然后有海景 ，OK。很漂亮，一睡醒就是那个海风这样子可以吹进你的房间。而且你看它的海景哦，它这个 balcony 很大嘞，看到吗？是这个 L shape 这样子哎 ，L shape 看到吗？然后晚上可以摆一点小桌子在这边，然后吹吹一下。喝点饮料，然后就可以回房睡了。真的是很舒服，你看一直有风吹。我现在才看到了，他衣橱给他不错哎。现在才有送 aircon 给衣橱啦，还有送 aircon， 所以他这个表肯定是连接去我们的客厅的。是，客厅的表肯定也很大。还有这种哎，叫什么来的？这个就窗口呀。啊，窗口。就很贴心啊，因为它是 corner 嘛，它其实可以直接做整片墙。对对，但是它给你尽量多的采光。对，它给你看那个海。而且它这边格局都很方正。嗯嗯。啊，采光都很好。你看我没有开灯，还是一样。很顺，真的很舒服啊，因为对面就是一片海跟一些绿植这样子。然后你看它表壳里又长，这一款真的是真心推荐啊，这里超大哦，真的超大，真的可以当做火锅哎。啊，很真心推荐，而且这边是已经建好了的实际单位，通风性也很好，采光好又有美景哦。你看它那个海景，给大家看多一次，真的是看几次都不应验的这个。是市中心，你要在这样子的 location 找到这样子的风景跟海景。市中心就有海景哦。对，然后又很方便。而且这边外国人是可以买的，价钱也不贵。价钱也不贵，外国人又可以买三家一房，但是你买来这边退休或者做 weekend home 真的是很适合，是，很舒服，因为这边附近的也很便利，对不对？很便利，因为我们这边5到7分钟就去到市中心 CIQ 了，进新加坡的那种。啊，如果你不想驾车，有 shuttle bus， 这边有。如果连 shuttle bus 我也不要哎。如果 shuttle 不要啊，就过条马路。就过一条马路。去对面。这边有 shopping mall， 啊，这个地方有 shopping mall 的嘞，这整个 county 里面有 Starbucks， shopping mall。ATM machine、电影院、Mr. DIY 什么都有。而且我每次来这里，我觉得很有安全感，因为我每次来这边就会看到有辅警在这边。啊，这边不只有 security 啊，这边是有 police 班段辅警。对。Armed police force， 这边有 armed police force。所以我每次在妈妈档吃饭，我也是很安心。最安全的妈妈档，最安全的妈妈档。知道各地。然后在每个单位，三家一房有送两个卡板啊。哇，两个卡板啊，市中心的卡板哦，左右那种，不一定啊，哦，不一定，就哦，不过它是confirm就是跟着你的单位的，跟着你的单位，对，跟着你的单位的，这样不错啊，两个卡板，当然如果你不要这样大的户型，我们有三房有两房也是，不过最美的海景都是三加一房啊，最美的海景都是三加一房，你要这样的无敌海景，这一款是最适合了的，OK， 所以你还会忧郁吗？不会，没有啊。在这样地方一打开眼睛看到海，就很开心，烦恼忘光光，烦恼忘光光，啊，就买一间啊！你压力的时候就来这边，拿
然后记得救我，记得救你 ，OK。所以今天我们的介绍就到这边，就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户型。如果你对这一个项目有兴趣，或者是想要了解这个户型或小户型，都可以欢迎联系我们，跟我们预约看房，我们就可以带你来看实际的单位啦。OK， 所以真的是建好了，买了可以马上入住。OK。所以今天就到这里，我是妹妹，我是 Victor。喜欢我们的记得 subscribe 跟 like，OK，谢谢，下次见，拜拜。